天那个我们上午已经接受采访了，看了一些 reaction 啊，非常的甜，我天。对，有那个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那个悬崖那场啊，然后两人就是挺甜蜜的。大家这个剧情的走向呢，哎呀，就是时甜时苦啊，时苦时甜，有的时候会虐一点啊，但也都很精彩。后面的高光戏份呢都会很多，大家多多期待啊，这个马上这个高光线就展开了啊，谢谢大家。对，因为我们就是完成片子以后，我们也没有就是完整的去把它看完，也是跟大家一起在追剧，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当然也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的演员他们的这些故事线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还是关注一下，因为今天也会播嘛，对吧？然后今天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是去猜测嘛，追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并不知道结果，你要去追求这整个过程，然后随着剧里的人物和故事线去共情，去感受我们带给你们的一些关于在表演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去追剧就会知道了。对，是的，是的，是的。